掉嘞。点号三分外线力道大，都在播，还在界内。哇，陈立焕没有放弃了，打到禁区，这两分是自己赚来的。哇，这球真的是自己抢、自己切、自己投啊！八分差了。陈立焕犯规。我看前面这一球，感觉有点像在玩极限游戏啊，跳房子吗？对，反应也很快啊。立焕以前应该是孩子王啊。那边团队目前已经投进了八记三分外线，吴家俊第九个。我觉得其实对我影响其实不大，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做好。就是我们球队的策略，这才是我一个大众，所以其实没有太在意他们的评论，对啊，然后也没有刻意去看的，因为其实还是有就是朋友会讲，所以其实没有太刻意去就是专注他们在讲一些言论这样。很多球员在 SBL 转换到 P 联盟的时候呢，他没有受到这么多媒体的关注，跟有没有办法适应酸民的言论。那当然我们在这方面我们都鼓励他，其实桃园整个城市，你的家人朋友，你的亲戚朋友的太太一定都是最支持你的球迷啊，所以多听听他们的鼓励，少看一些这样的言论。那你是职业球员，你就要适应各方面的压力，在高压的环境下去有更好的表现。那老吴很显然他今天就做到了。